吃喝玩乐，游鱼住购，活力港口全都有。跟我出发，在港口开启一场 City Walk， 感受不一样的魅力。港口，中山成本门户，交通便捷，高速口下来，三分钟直达爱美、亚朵、晋城海逸等酒店，在城市与水乡之间自由切换，愉悦畅玩。漫步于城央公园群，享受港口版公园20分钟效应，穿过中山湿地公园，在街头巷尾来一碗香喷喷的港口排骨饭，唤醒沉睡的味蕾。你老细想食啲乜嘢啊？梗系阁下咪食排骨饭啦，咁啱有份好抵食啊！O K， 觉得排骨饭点啊？嗯，港口排骨饭食过翻寻味，点啊？冇错，饭都可以攞嚟做早餐噶，港口排骨饭包你满意。吃完传统美食，继续带大家探寻港口的城市记忆，走进港口天后宫，感受天后诞民俗巡游的热闹场景，沿着东长堤悠然信步，倾听龙舟看台、旧两所码头等人文地标诉说着水乡往日的繁华，还有水乡人民传承下来的港口美食，您体验过吗？欢迎，中午好啊！你好，欢迎来到港口分记。今日有咩靓餸啊？咁啊，有我哋港口12道菜嘅家宴啦，咁啊，仲有咧红烧野角啊、豉油鸡啊，家乡嘅菜好丰富噶，欢迎大家嚟到昆记品尝。今日你就帮我点啲靓餸啦，好嘛 ？OK， 冇问题。40年的老字号名店果然名不虚传，我们港口12道家宴，吃过以后绝对值得你点赞。还有港龙、金上好、大勇、福一轩等美食名店，也是非常值得逐一品味。港口家宴，欢迎来打卡，港人港食港口正。有历史也有潮流，买新能源车到港口。SOHO 新能源车城和新綦江汽车城必须体验一轮，各种好车任您挑选，新能源汽车节购车优惠惊喜不断。在港口的中国游戏游艺产业基地远近闻名，大象艺术蜡像、德必胜动漫文创，每一件出品都是匠心之作。游客到这里呢，能够感受到1:1高度还原的蜡像作品本身，同时呢，还能够感受到4000明星他们背后的故事。这些都是24节气娃娃，我们以中山人的文化自信，打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娃娃。潮流有特色，美景更出色。美拉德港口一定是不能错过的浪漫。冬日的落羽山群，美得让人窒息。还有港口小阿勒泰，让您越想限定美好。来大南生态岛，在落日余晖下品尝港口小河鲜，美味煲仔饭，万千风味，回味无穷。中山抗日游击小队遗址公园、莲花驿站、24田园的美景也是让人流连忘返。人间烟火气，港口好生活。您可以到中山市10大美食街区之一的港福路宵夜街，品尝来自天南地北的特色美食。您可以到潮玩地标青玉绿方，探访中山本土文化特色品牌店，感受年轻人的蓬勃朝气。您可以到万明汇、保利国际广场、黄金十字商圈尽情购物消费。港口是一座年轻人青睐的活力之城。星耀立方园区咧有好多特色嘅餐店啦，特色嘅文创店啦，仲有一啲手绘店啦等等，咁佢园区嘅丰富性系比较丰富嘅，欢迎大家过嚟我哋中山港口星耀立方打卡。跟着官方推荐过来，每一家都不踩雷，拍照又出片，赞！港饮港食港口正，来港口有口福。港口正是一站式文旅的首选之地，欢迎广大游客朋友来港口，体验全方位的5全文旅美食消费场景。我们一定用最好的文旅资源、最美的城市形象、最正的特色美食、最优的服务质量，让您称兴而来，满意而归。美丽港口欢迎您。